你面子，你是个老板，真心话姐，我妈不给你面子，你就是坏人。操！穆爷爷，你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？谁让你取我大名的啊？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没有拍摄，我正忙着呢。拍什么摄？我问你什么意思啊？钱呢？你啥意思啊？什么钱啊？啊？你干嘛呢？跟我俩搁这装是吧？啊？你干什么事？你有病吧你？每个人都有健康奖金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奖金？奖金我少过你的没？你别在这跟我闹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没有拍摄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明天会场这么多学员在那等着，明天还要上课。我干嘛跟你闹了？我问你钱呢？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明白，好吧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我等会再跟你讲，等会再跟你说。说什么说啊？每天让我们加班累死累活的，是不是让我去发货每次没去啊？让我带家伙体验我没带吗？你就这么对我？你过来干什么呢？啊，过来给我抱怨呢？我每天让你加班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加过班？你每天一个月30天，你8个月的时间你给我迟到，每天不到点就下班，每次找不到人，不是在外面喝酒，就是在外面泡脚按摩。你在这给我说什么呢？啊，我听不懂你在说啥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扯这些，我明天很忙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快点！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啊啊！给你面子，你是老板，真心话姐，我他妈不给你面子，你就是坏人！操！我拿你当我亲弟弟，我弟在电商部，我对他都没有这么好啊！你在公司做了什么事儿？欺软怕硬，每天不是欺负这个就是欺负那个，不是指使这个就是指使那个。到今天，我说过你一句没？很多人都对你不满意。我说过你一句没？啊？你每天迟到旷工，我有说过没？我已经够包容你了。别他妈过来搁这装啊！你那是包容我吗？啊，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你就是把我当赚钱工具。你怎么说话呢？黄鼠狼给金半年没安一点好心，没安一点好心。你当初刚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你怎么说要跟我好好学习短视频？我用心的进行去带你，现在把你带起来了，你就这样对我，是不是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你先滚出去吧，滚出去吧。好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告诉你，奖金老子不要了，但是提成必须给老子发，听见没？让我滚出去！听见没？我不会少你一分了，你现在给我走！行，明天老子再来。我不想看到你，快点出去！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。